叔叔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们看到呢，现在场上的两队选手，王楚钦、孙颖莎，对赛琳威、黄颖琪。孙颖莎和王楚钦呢，是黄金搭档呀。现在网上关这个捏脸，这个孙颖莎是婴儿肥这个脸呢，王楚钦捏的很有名呢，网友都在那盛赞呢。岁的这个，黄颖琪是16岁，啊，我们看到小魔王孙颖莎接接发球接的非常巧。现在他们俩已经是6-2领先了，孙颖莎发球。就觉得很轻松的，这球其实过来我都感觉到有压力了，但是王楚钦就那么轻描淡写的就刮过去了。面对这对新晋的冠军。这边确实有一定的压力。好漂亮！赛琳威和黄颖琪这个移动。这一个就是没有办这个比分现在10-8，还是挺接近的。
Sailingwei 黄运琪先得一分。毕竟这四个队员全部是国家队队员，所以说实力还是可以称得上旗鼓相当。王楚钦和孙颖莎呢是刚刚获得亚运会的混双冠军。这个回球质量相当高。这接发球同样是拧拉，有的是拧拉起来给对方制造了一个机会，让人家暴打了；有的呢，拧过来以后呢，那个旋转和落点呢特别好啊，你感觉到没法下口了。孙颖莎一板，好不容易对付过去，这王楚钦他又一板，太爆了。而且经过大赛的历练和磨合，他们的配合肯定更加默契。但是他们比分现在是4-4平，已经不错了。无论你把这个落点放得多好，我这胳膊好像就突然给伸出来那个弹簧胳膊一样，就够着了。这王楚钦，我想他应该是不太容易够得着了，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就那么神奇的就把这球飞回来了，太好了。对，是，对，就跟神一样，我就站在这儿了。
哇，太暴力了。对，这个也受不了呀。是。哎呀，发球是谨慎呀。你啊，王晨晨接这两板都是一个反手一个正手。对，不能直接让人家起板。对，啊，这怎么打？你看，这球看着是高，但是赛琳薇一碰就下网。三局，这个开局就不妙了。它都是进攻式的接发球。开局就这样，6-1。这都有点大了。
做这么轻松的三体之路，王楚钦、孙玉莎，获胜。